今天我跟那个斋堂，还有今天一点三个人，三个加一本，对，三个加的一本人一起吃日本料理，在中国，在北京的八间庄，八间庄，他是最前辈，对，他是23年了，23年。已经变成你是多少年我忘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12年，已经住了六年，一共住了六年。我们先点菜吧。有什么？看看日本人聊天。我们好久没吃日本料理，怎么样？ザタオさんないよないよ。他の。他の。ありますよ、あの大阪の連想店で、あのチェーン店で、でもともとあの、父親パーバーに牛が連想店。はパーバーに牛が連想店。不是、在日本有500家連想店。あ、500家。在日本有500家。这么多。本来店分大，这个算是分公司吗？不是直营的，都是加盟的。你说中文吗？他那个公司，你不要说英语，就是说他是。就是开完以后，像那个老员工什么，交本他的酒的就直接把这店就划给他了，所以就越开越多，越开越多。马鲁森，我知道，听说过。对，他有很多，还有别的餐饮，像什么《巨星传》《醉虎传》什么什么的。必须的，必须的。我们中国人跟中国人聊天的感觉。来了，我。这。我看了，我已经点了，差不多了，一个套餐就够了。他是这样的，他不够。对。我们俩是同年龄，78年的，同岁。我是9月7号。哦，大哥。大哥。啊，你十月。哦，十月。对。但日本是不管几月都是同岁。对。中国还是不一样。大哥，前辈，他在中国待了23年了，老北京，是老北京的，这北京话就是胡同串的。哎呦，我听不懂这个词语，完全，我也听不懂。老什么？老油条？老油条是什么意思？他真正的北京人，老油条是？老油条就是特别就是。比较有年就是混久了，您知道吗？啊，混久了。对，混久了。他在北京混久了。对，老油条。胡同串子。胡同串。听不懂。听不懂，我也听不懂。我还有一个叫做黄城根脚下长大的。黄城根脚下长大的。胡同串子，所以这些人都是。那我们先点这个吧，两个。好的，两个南方炸鸡。一会儿再不过再点。好，不过这他太远，我们俩就过了。他叫啥？他混的比较。你先往下，对吧？他在北京混的，混很长。你听不懂吗？混，混多的混，混，混多的混。不是吧？混啊，哪里是干？混，你要我的。混是混多，混多嘛。混就是。怎么写？混蛋的混，混蛋的混，马扎鲁，哦，哥，你这混蛋是多少人？对，混，你不知道吗？不行，不行啊，不行，他还不过。你呀，屌你老母就系，你仆鸡仔呀，屌你老母啊！你唔得噶，你唔识讲混蛋，我识讲啦。你乜都唔得，咩垃圾啊你，垃圾仔啊，屌你老母就系。你唔識講粵語嘛？妹，我成日買緊啲人啦。罵，罵開先。一個日本人說廣東話，粵語，一個人說粵語，北京話，東北話。哔哔什麼哔哔哔？真播出嚟嘅，真播出嚟。我不行啊，換菜單。第一次被就隔離。他很厲害的。中間有一個，我不會說南京話。中間有一條。他會說泰語、廣東話。泰語忘了。英文都可以是吧？他有已经忘了。粤语不识讲，系我。我不行，我只会说普通话。我普通话同埋广东话。是吧？因为他半个中文。还有啊？我觉得您挺厉害的。不行。我经常看您的节目，我觉得您这个，您是中国通，真是。对。我要学。你是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感觉是，真是挺佩服。是吗？是。特别好，你们俩都是特别好。中国通。对。
已经很融入到了中国人的这个。地道的中文。对。啊，融入到了是融入到了，但是我的中文还不够。没有没有，你们俩都是已经够了。不要商业互吹，你咱们。哈哈哈哈哈！商业互吹，上朝的走了，上班的融呗，走走。哎。哎呀，哎好哟，走两步。没事。哎呀，干啥哟？走两步。嘿嘿嘿。像吗？挺像的。这就是赵本山吗？因为我不太了解他。我小品。对，我知道赵本山这个名字，但是我没有看到他的那个作品。像吗？特别像，还是东北人啊，一模一样啊。五哥，沈阳人是说话比较拐弯，走不走，找不着，走不着，烧肉叫肉肉肉，爱吃吃，那个他们说吃叫吃吃吃肉不？吃肉不？爱吃肉不？爱吃肉不？晚上干啥呢？晚上干啥呢？干啥去？干啥去？干啥去？咋的？咋的？死爷！死爷！妈死爷！天才！天才！太厉害了吧！天才！天才啊！也喜欢模仿。模仿的天才。不行啊，我不够。学习不够，学习不够。就是从小喜欢模仿。还有东北话之外的，还有什么？北京。北京话。北京话，那一个。三，北京话，三，二，哟，一大早的，您这是上哪去？嗨，遛娘去。听不懂，我也听不懂。看那啥地方嘞？咦，郑州嘞，说的好，好的很嘞，咦，好的很。怎么中了这普通话嘞？没有反应。还有吗？还有模仿。模仿各国的方言。嗯。韩国语。안녕하십니까저는일본에서살도탁가입니다준백기입니다다음에는너무감사하고요준백기입니다너무감사합니다이탈리아어였어Italiano. Ciao, te voglio garantire, sono qua a sentarmi in italiano, perché non sa tanto neanche se mi sta qui per non commentare nada, che almeno ci peperoncino margarita. Ciao.Я бы сказал, я по-русски сказал, я понял, я просто понимаю. Спасибо. Саводиха, мы тебе находим, крап, ты бы не хотел, и ту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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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广东话嘅，我系日本人嘅，都好识嘅咧，我识过广东话嘅少少咯，都冇问题噶嘛，你好识噶，屌个米嘛，屌，合ってんの？それ言ってんのは適当に言ってんのか、本当に言ってんの？ちょいちょい合ってますよ。合ってんの？ちょいちょい合ってます。なんでそんなにたくさんの言葉喋るの？その一段だけ。